Olivia, Olivia, good morning. Do you want to go cooking? You want to go cooking? Do you want? Olivia, Olivia, 看到你一下。几多？22.3，我哋。哦 ，OK 啦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 KLIA2， 因为要去普清，很早5点我就叫我女儿起身了，然后她真的起到神阶，她已经很精神了耶，也很兴奋。关系 D Plus 电台。Hello， 嘉怡 ，Doctor Lam， 启诺，启诺的老公，他的女儿。你好。这个是 Alex， 然后 Ivy， 还有 Christine， 对，我们又见面了。Ivy、Christine， 这个算是 interview 的，对。真见证人了。对 ，Alex 是他们的 marketing person 吗？对，妹妹好害羞。哦，是吗？可是我明天会比较担心。我明天真的很紧张，因为新龙真的太会讲了。真的，上一次的那个访问，很多人都哇塞进来说，哎，为什么那个受访者好像比你还会说？真的吗？是，因为他们都觉得你分享的真的很多。他们现在收听节目的女生啦，我很想要知道在哪里去带给你。他们都是因为我一些朋友很年轻，但是他们都怀不上孩子。他们全部人跟我说，哎，怎样做怎样做，我就说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也还没有接洽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反正明天就可以让他们过来。我现在是试管婴儿大使，你知道吗？到处跟人家说，赶快去做试管婴儿，好不好？趁年轻，赶快去做，是不是？又或者是可能可以先冻卵，女生对对对对，找多德拉，现在很多试管，Q 多德拉，找多德拉，是你们接下来有没有打算再拼？我真的没有了，对啊，一个就够了。我以为说，你知道过了几个月再问多一次，你可能会说，对，就是改变主意。因为上次我们问的时候，他讲说没有，就够了。其实那时候我一直祷告啊，上帝你给我一个了，我一个就够了。哦，那他真的是给我一个。好，就做人不要贪心啦，是不是 ？OK OK， 就要知足的。好，没关系，如果。吃晚餐。